哪儿的呀？不黑的，啥也看不见的。咱好像被关在箱子里了，出不去了。什么玩意儿？我不是还在家里看电视来着，咋就被关箱子里了呢？手机上打电话给警察来着，这几天打了好几通了。警察说定位没法追踪到手机，让他冷静一会儿，你先等等看吧。你听，还有乱子的声音。最后要把咱送哪儿去的人？很疼啊！咋了？我好像被床钉了一下啊！这还有戳呢，不会是被埋在地底下了吗？我不想死呀，好怕呀！你给我，我也打电话呀。这才过去十分钟，救援也需要时间呀。这没地方充电，关机了我们就完了。他说的对呀，我们再等等，别哭啊！我们要冷静啊。是老婆打来的，赶紧接啊！老婆，你在哪儿啊？老婆，我也不知道我在哪儿啊，我好害怕，救救我呀！老婆，滚滚！没电了，我们就再死在这儿了。老婆，你醒醒啊！这头发脑梗确实是个意外啊，看昨天牧场这么多人，能不能醒来都不好说呀。